大家好，我是爱尔兰 ELI 语言学校的亚洲经理，我叫淑云。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ELI 的合作学校唐道克理工学院。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过，爱尔兰的教育体系是非常的完善，跟非常的有系统的，那也是在全世界的排名是前10的国家。今天要介绍这一所唐道克理工学院呢，它简称 DKIT。 那这所DKIT 它是爱尔兰政府批准并出资筹建的一所公立高等学府。那 DKIT 呢，它位于首都都柏林和北爱尔兰贝尔法斯之间，那车程都差不多约1小时就可以抵达。那 DKIT 呢，它有着高素质、非常友善的教职员工、简约宽敞的校园环境，还有高水平的教学品质。那最重要很特别的呢，最重要也是很特别的呢，是这座校园里面它的电力供应是风力发电。在校园的正中央，你可以看到 一座非常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它提供着校园就是所有的电力。以下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参观 DKIT 的几个比较有名的部门。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学院里面呢，有软体开发、游戏开发、娱乐设计等等。那这个是 DKIT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项，因为呢，他们计算机毕业生100%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那接下来这个呢，是烹饪艺术和酒店管理，它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部门。那学生呢，在这里可以获得半年的带薪实习的工作机会，可以让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呢，先进入职场体验实际的状况。在我身后呢，这个是 DKIT 餐饮部门的实习工作场所。那学生们就是可以在这边做他们就是最实际的就是餐饮部分的实习。再来呢，就是 DKIT 的早期幼儿和长照课程。那在这个专业里面呢，它包含非常丰富的实战跟实习经验。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 DKIT 的医学部门。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场景。那就可以看到学生们可以在这边呢练习，就是在医院实习的实际状况。那有病人在这边呢，有非常多的器具，跟所有的那个像小朋友的照护啊，实际的病人照护，在 DKIT 他们都非常注重就是实际学习。再来呢，就是电影及影视制作。现在呢，我们来到了 DKIT 的电影工作场所。那这个就是学生们可以实际操作的，所有的器具都在这里。那学生们在
大学的四年里面呢，就会在这里制作出他们独一无二的电影。以上通过这几个部门的介绍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点，那就是 BKIT 它非常的注重学生的实战经验，那学校跟企业界有紧密的接触跟合作，然后让这可以通过这一点呢，学校可以清楚的知道在现在业界所需的技能，然后它可以因此在他们的教学上面做适当的调整，也可以让学生们有获得非常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最后呢，一定要跟大家炫耀一下 DKIT 的健身房。DKIT 的健身房呢有五星级的等级，在健身房里面除了有各式各样的运动设备，还有游泳池、三温暖，以及室内的球场训练场所。那最重要的是呢，凡是你只要是 DKIT 的学生，你都可以免费的使用哦。以上和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 DKIT 的一些比较有名的部门和他们的教学方式，还有如何帮助学生提高就业机会。那重头戏来了，我们就要和大家说明为什么今天 ELI 语言学校要来在这边和大家介绍 DKIT 呢？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学校有透过 DKIT 的认证，所以凡是只要是在我们语言学校通过我们的英语水平测验达到我们的认可的学生呢，就可以，即使你没有雅思成绩，你也可以直接到DKIT 就读。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问题也想要很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呢？那欢迎你们赶快联络我们哦。谢谢大家，拜拜。A free ride. I only asked you to show me.